这个小龙虾又是播了2个多小时，我在家里真的太无聊了。这些都是拌粉包里面的双菜，好好吃啊。像这些酸菜都是。剥虾2小时，吃虾5分钟。里面是咸蛋黄。紫薯的会比较一般般，我觉得第一个口味比较好吃。
豆乳盒子。